大家好，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青牛快一拍便携影视轨道车套装。我们的青牛快一拍轨道主要由四节直轨和三节弯轨组成，每节轨道都是采用高强度的航空镁铝合金组成，每节轨道都是采用了磁铁吸附的拼接方式，非常简单，不需要任何安装工具。磁铁的吸附能力非常强，这也保证了轨道在拼接中不易脱落，非常稳固。我们配备的12轮轨道车承重性可达30公斤，它的兼容性也非常强，市面上的专业三脚架和普通三脚架都可以轻易的安装上去。下面由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在拍摄过程当中如何轻便快捷的使用我们快一拍的产品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现在只需要一人一双手，分别只拿一个包，非常轻便快捷。下面就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安装我们的快一拍产品，过后我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拍摄效果如何。首先我们来打开轨道包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包里面一共有四节直轨，还有三节弯轨，加上两节连接杆。首先我们先把轨道拿出来，首先我们先把连接杆跟一根直轨连接起来，由于我们采用的是磁吸合的拼接技术，所以安装非常简单，只要轻轻的在接口对接就 OK 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我安装是非常的简单，只要轻轻的插进去。OK， 我们的四节直轨已经安装完，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现在是两节弯轨，长的就是我们的外弯，短的就是我们的内弯。很明显的可以看到，我们的外圈轨道要比内圈的轨道要长。最后我们的连接杆，只要把两节轨道的头对接上，就完成了我们的轨道安装。 OK， 我们的轨道已经安装完毕，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轨道车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快一拍轨道车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轨道车有一边的轨道轮是可以移动的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可移动的轨道轮必须要安装在轨道内圈当中，这样的安装才可以防止轨道在运行当中出轨。至此我们的轨道车就已经安装完毕，非常简单，直接放上来。 OK， 现在给大家讲一下专业的三脚架是如何安装到我们的轨道车上。
刚才给大家演示的是专业三脚架的安装，现在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普通三脚架是如何安装。普通三脚架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卡槽来固定三脚架脚轮。安装完三脚架之后，我们要检查一下固定三脚架脚轮的卡座是否已经拧紧，轨道车的支架是否已经固定好。安装完三脚架之后，我们把相机装上，可以试一下运行的效果画面是如何。得出来的画面非常顺滑稳定。 OK， 我们检查完毕之后就可以正式拍摄了。